件呢、啊，完全大家可以很轻松的驾驭。然后它算是一个棉质，再来呢，它有送大家这个皮带，手袖一样做包袖，然后包袖还可以抽绳，这抽绳你可以自己抽紧，或是就是不要太紧都可以。胸围这边是车死的，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你很瘦或是衣服很大件。然后整个中间的这一圈是很舒服，不会很紧身的。下巴有一层的蛋糕，只有一层，所以穿起来特别的显瘦。它皮带本身非常有质感，是做木头的，然后旁边还接皮哦，好，所以它的质感是非常非常棒的。然后长度我觉得很棒，就是如果你是150、160、170都不会过长或过短。然后整件呢，其实不要穿黑色内裤就好，其他都可。然后它就是一个有点像棉料，非常非常舒服凉爽的一个料子。然后我觉得很漂亮的是它的印花是树叶，因为本身做了蛮多花的印花，但今年呢、啊、树叶真的少很多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树叶花纹是超级超级漂亮的。